即係為一點解會減少公開活動？其實我每一次完咗公開活動，我都要諗一啲方法去撇甩翻跟到我嘅人。嗯，每次例如喺高院噴水池嗰度，大家喺度排曬一堆機咁喺度嘅時候，完咗咧，我就要去太古廣場嗰度揈啦，就開始揈到佢哋甩咗為止。有擔心過人身安全呢一方面？擔心唔到咁多，即係而家其實我都已經係好保守噶啦。再保守啲，下一個問題就會好似梁天琦咁樣問咯，就係西瓜棋去咗邊？